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家，我觉得它的电梯蛮特别的。它的电梯啊，按钮是这样子形式的，不是像我们一般就是只有按上跟下。它是在这边啊，你就要决定你要去哪一层楼，比如说五楼，你就按五。它按五的时候呢，它就上面这边就要显示哪一号电梯，上面都有 D 啊，有英文字母去标示。比如说呢，我现在我要先去一楼好了，我先去一楼，我按一下一楼。然后呢，他就告诉我要搭旁边的这台 D。然后比较特别的是啊，你就只能搭这台 D 了，你不能选别台。然后而且啊，跟我们一般传统印象啊不太一样的是啊，它里面是没有任何按钮的。里面是没有按钮的。你上面选择完之后就可以进来搭乘。完全是没有按钮的，然后在门边这边显示下一个开的是几号，这个人是开的二楼，我告诉你先是二楼开，然后接下来还要停两层，一层是一楼，一层是一万。现在一楼到了，然后我觉得这样设计其实还不错了，因为这样子啊，反而会减少一些。有些人乱按电梯啊，或者等太久，这样子反而不错，我觉得这样设计蛮不错的。